应该你们有3年的基础，应该打得很扎实了。就是，就算是说自己没有测过，就很多在看经典那些很容易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打好地基，最想的就是时间问题。只是每个人谁愿意醒来，有的人就是不愿意醒来，再玩两天吧。就脑子里就是，哎，我再玩两天再醒吧，装睡就是那种，就是算了，我再玩两天。有时候说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玩了，这个世界没啥好玩的，做正事吧，就做正事去了。我当年就这样想的，所以我这是说的我自己，玩玩就觉得，哎呀，再玩两天管他的，然后玩玩说，哎呀，算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没啥玩的，该做啥做啥吧。这世界的事玩不玩，不玩。比如现在人家过元旦，很多地方吃喝吃玩。唱歌、跳舞、开会议、开联欢会，畅谈未来，总结过去，然后呢，很多节目啊，搞得也挺热热闹闹的，好像很热闹，但是到12点以后一散场也比较冷清，就是那种每年都如此啊，一年。没有什么大家聊天啊，聊哎，你的衣服很漂亮啊，你的包很漂亮啊，你的戒指很漂亮，哦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家的孩子怎么了？你爸爸妈妈，就是人之常情，能聊什么呢？是我们跟他们唯一不同的，你聊的话题不同，没有什么不同。人家觉得你们太枯燥了，有啥意思呢？是吧？你们坐在那不知道说啥，是吧？是个人还想不做人事，还想这其实是就是作为人道人的话，作为一个人，你能够经常听到佛法，听到真理性的语言，是很有，其实是很幸运的。可是那边的正道不一定要打坐吧，不一定要每天。对一个刚开始修行的，就是你还杂念很多，很散乱，气也歪歪扭扭的，就不能气纠缠不清啊！这个人对刚开始修行的人，静坐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。哎，就是建议静坐，因为通过一个身体的不动来达到一个正身正意正言，然后达到个气的正啊不动。但这不是说一定要做，但是对99%的人都需要静坐，可能除非那1%已经成了。他天生就已经一个中脉，可能他要把气这聚回来，一般静坐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方法，就是这个身体保持这个状态，坐姿。我们的气散得很厉害，不是这边慌就那边慌，都不正，都是邪的，都是邪念，说的。你以为你是正念，都不乱想，他着相嘛，他就跟着这儿跑了，那个跑。虽然这个邪念就不是说是坏的哈，可能就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当你正了的时候，你会知道的，需要一段时间。一正的时候就空掉，你就不再找，因为一正的时候就归中脉了，有些气慢慢就回来，一下子和在中脉是空的嘛，进去就像那黑洞，直接把你就空掉了，然后你就不再着相了，就不动了。因为没动的东西了嘛，你动的就是点，晃动的就是点气，呼吸嘛，晃动的就是气。从对人来讲，对人道来讲，但是你要出了人道，你就不是三维了，那可能晃的是光，晃的是场，晃的是波，那你就它不一样了，因为在不同的维度，你的状态不一样。你以为你就是这样一个物质的躯体啊，只是三维解码就这样子的。所以4维解码会写很漂亮，5维更漂亮，6维更漂亮，3维的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四维、五维、三维也挺漂亮。对对，那是少年，我就说更漂亮嘛。你们见过他4维的，你再没见过他5维的嘛？可能到4维、5维、6维就光化了嘛，光化生了就成了。哎，就是能量光化生，慢慢到最后空掉，波啊场啊。其实我们感应到的有时候那个心啊，我一直觉知到的是。10维角度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感觉那个场不舒服，但是我们也会这样表达，场不舒服，但场是个什么东西你真不知道。其实每个人都是场，但是在某一个维度看它就是个场，啥也不是，它就没有直心肝脾肺，是没有，所有的脏器都会化成波或者震动，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是波，都是场，都是能量，都是什么，你叫什么都是空。
如果真正的超越维度的话，你的这个意识的认知什么全部变了，就是说他那还不到，只是看到一些几维度之间的一些境界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比如说他看过来，我就知道哦，他从认知上真实的知道我就是一个波，我就是只是一种震动，他已经不找我这个肉体的相了。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，不管你修不修，你就算不修行，你也具备这样的一个变化，在每一个维度，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，只不过是你不知道，你在三维，我们都是三维解码出来的东西，你在四维，你维度越就是越多，我们都就不是这样，我们就变形了，全变形了。但每一个状态都不重要，你知道，你现在执着了三维，你认为只有三维真实，其他的你看不见。但是十维都是状态，这十维都是虚幻的。如果你看到，就说看到墙开了个洞，或者你穿墙而出，那些都虚幻，都是不同的维度视线出来的神通，视线出来的东西。所以神通也是小数，你一定要把从所有的维度里解脱，不着所有维度的相，还不是不着三维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最难破的是三维嘛，因为你是物质的。所以修行，你进入一个状态，先关闭你的六根，等于是关了三维，关了三维，你就看到四维、五维，一点一点看。有天眼的人看到四维、五维，有的人会阿罗汉或者正果，他就会觉得他只是个震动，是个波，是个光子，哎，就是，就他就消失了，从坐地的，就是他感觉自己是个光子，感觉自己是一柱光，其实他就是看到了其他维度而已，进入了其他维度而已。只要关闭掉三维，心不受三，不着三维的相，不执着于三维角度，你就可以进入其他维度了。因为你回不去，其实你是十维的嘛，你回不去是因为你被三维牵引住了，你执着了三维的东西，所以回不到十维嘛，就等于是你出来了，你被三维牵引晃动嘛，其实三维在晃动，你在三维着相了嘛，着了三维的解码的相。你也是我三维解码出来，我自己也是三维解码，着了我相，着了你相，众生相，我相，人相，众生相，生灭相等等，这是金刚经。然后我就在晃动，一着相我就在晃动，就是着相的时候，它就浪花就出来，就在晃动。晃动的时候你就看不到思维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不动，先出不动，不着三维的相，不着相，破所有的相就是破三维的相，三维不动，然后思维显现出来，在真空中显现。气回到中脉，在真空中显现。通过三维看十维，你是现在什么？那其他人其实看他在那坐垫上坐的，还是在三维。那是你佛看就不一样。哦。佛看哪一道吗？就佛如果假如说我有神通啊，假如说我可以穿越在三界六道，无所不能，那我可能我看在哪一个维度跟慧喜聊天呢？哦。我进入四维五维，我也可以跟他聊天，他是不知道的。哎，我就跟他的光化神聊天，他再往上，我就不断的跟看他能到达哪，就是我会，当然说进入波可能就不聊天了啊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震动就是感应了嘛，就是进入场那就不，那我可以天人还有光化神嘛，你们都是每个人都有光化，我可能在另一个角度我跟他聊天，我可以把慧喜调出来跟他聊天，他是不知道，就是我在哪一个维度用哪一个维度的角度跟他聊天。三维的那个不知道，除非他有神通，他会看到一个光化的我出来。一般我们就是六道，就是六道的相。假如这个人，我会他在修这个人，你觉得他出来的是一个动物，你就会把他说啊，味道可能是上一世或者上上世他做过。其实真正在神通里边，因为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嘛，就是。其实它是有六道之心的，全是心的显现，就是说这个就因为这个很比较难理解，因为你们是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样子讲的嘛，说啊好像是他过去，因为我不能说啊，比如说我现在假如看到郭姨是这个动物的时候，我不能说郭姨现在是个动物啊，是小猫小狗啊，我不能这样说，那我可能说他过去是过过某一世做过猫和狗。但是你知道在神通里头是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，那其实每一个人具备六道的心，其实他是能写出一个猫和狗的像，就是说他的心里边储藏着猫和狗的信息，就是他有动物的那一部分，就习气跟欲望，他会显现出那个像。
就说你的心那一刻你是，哎，动物的属性很重，就显现了那个像。当你成道以后，这个人成道以后，很多有神通的人是看不过的，看不到你的，就是看过去你空了，你什么像也不行，你可以屏蔽，他就神通就不行了。就说还有你，假如你的进入佛的空地，或者正如实地佛大菩萨的等，如果你进入果位的时候，你就保持住那个果位的那种层次了，就不管什么人看你过去，你就再也看不到你其他的像。可能你要在六道的话，你这两天你受什么样的苦，你就写哪一个六道哪一个道的像，就会变，就会甚至会变化。有时候你很苦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你在地狱，就是你心很苦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哦，他在地狱到现在受苦，你会看到他真的是下了地狱啊。嗔恨的时候或者是什么，你嫉妒嗔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哦，他在动物道，他在，而且是他是个什么样的动物，就会显现出来。如果他在天，他很慈很完美，就是有时候你会很亲近的，你会觉得啊、哦、像天人那个。你甚至会，他会显现出一个天人的像，或者一个，哎，那么我可能会讲，他说啊，那可能你生生世世做过这些东西，但是他会显现这个像跟你，就是你，然后你可以，甚至你可以跟他这个像交流，因为这些像其实是他的心下来的，你是等于跟他的心在说话，你可以度他，跟他交流，超度他甚至。你假如说文殊菩萨或者普贤菩萨这些大菩萨，你看过去他就是视线一个就是菩萨的等级，但是他可以写六道的像，但你就知道他在写像，他是化身化写出来，跟你自信流露，跟你习气流露出来那个像是不一样。你那个像是啥也不知道的，人家虽然化身成一个猫跟狗，但是人家智慧圆满，坐在那儿说着佛的话，一个猫说着佛的话，但你是一只猫啊，就会喵喵喵叫啊，就不一样了，像是一样的，但是一看它就是画出来的，就那样。要如果是佛画的话就知道，如果是我们投胎过去就不知道了嘛，因为动物没有智慧。没有那个智慧，到达那个智慧，知道自己是本性是佛，不知道的，也很难看懂经典。如果是我，比如带着慧心修行，我会跟他不同时期，他会化些不同的东西跟我交流。其实，如果是在神通里边交流的话，他的像是不一样的，在他修正的不同阶段，他的化身会出现，然后跟我交流。然后有时候在定中啊或者什么就可以交流，其实在提升啊。其实没有神通那一个是不知道的，只有你神通具足这个，你可以跨维度嘛，就有各种维度去度脱它。这个是一般弟子不知道，因为弟子是没有神通就不会知道，有神通就会看到。就是有时候比如说看到你掉入某一道了，就是你的心很苦，你掉入某一道了，我会在那一道找到你的，就是去那一道找你啊，就会找到你，然后呢我会在那一道帮助你，把你救度了，然后你这一道你就没问题，你这一道那个结束就过去。就这样。但这个都是一些极个别的案例，大部分都是漂移在，还是在人道的多，还有要么就是动物道。有时候刚开始就是我们的就是偏重于一些动物的属性啊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堕在动物道，因为做动物是最容易的。你看吧，刚开始就是大么杂念习气欲望很重的时候，基本上身体里面漂着大部分都是植物啊动物这一块，然后修到一定时候，你会发现它身上出来就是那种道教的说白月珠玑啊，什么几个月啊，什么怀胎啊，什么就会出现一个小孩，就好像那个本性上他就不动了，就出来一个小孩子小 BB。 如果看的话每个人都是，哎，这个孩子接逢就长很快，哎，就会他会视线不同的像，但很少呈现出植物跟动物的样子，就是他的心象里边那些东西进了，他就不会在那几个地方投胎了。是在某一道把这个人
看你的修正程度了，看你能达到，你着不着相了。你要着相那一样嘛，你着相的那就是，就像这个世界，我帮你会不会烧着我了，碰着我了，也有可能啊。看你在，你要掉悬崖底下，我的下悬崖救你的话，会不会我也摔下去，也有可能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是不着相，游戏毕竟空的话，你要看你神通多大。所以有的事情我也做不到。